嘅獎狀，會唔會都有啲緊張？我因為之前都有選過美嘅，都有在台上穿過泳裝，所以都冇咁緊張咯，係。我自己就都比較緊張啲，咁個心跳好快啊，咁但係好彩都都我覺得自己表現都 OK。即係見到咁多佳麗啊，覺得自己身材嗰方面有咩優勢或者缺點啊？缺點可能身高比較舒適，但係我近排都好勤力去做 gym 練翻啲線條出嚟咯。咁我覺得自己都係仲係未係最好嘅狀態啦，咁可能有少少男仔咁樣啦，咁同埋係咯，咁但係希望可以我會盡力都係食得清淡啲啦，做多啲運動咁樣，咁希望可以喺決賽之前就以最 fit 嘅狀態示人。有冇信心就係決賽前可以減到幾多？都有噶，盡量減。係啊。有冇啲咩餐單或者啲咩餐而家加緊？其實我有請一個 personal trainer 去幫我做 gym 啦，同埋唔好食咁多澱粉咯，同埋食多啲菜啊、纖維嗰啲，就好容易就減到。同埋我覺得食嘢嘅次序係好緊要咯，即係食咗菜先啦，跟住先食肉，跟住最後尾先食澱粉質，咁就會可以令到你可能減少咗澱粉質嘅吸收咁樣，即係食多啲菜就已經可能飽咗啦，係啦，咁樣咯，係。我反而冇啊，因為行程都好緊湊啦，所以我哋都翻到屋企都好攰，好容易就瞓著覺啦。我都係好快就即係可能一瞓落牀就已經可以瞓著噶，差唔多係。不過係啊，會敷多啲 mask 咯，因為今依家每日都要化妝，所以皮膚都可以好容易攰啦，所以 mask 係一定要。係啊，同埋我最近啲皮膚狀態都唔係好穩定啦，咁就去咗睇皮膚醫生，咁就都準時食藥啊咁樣咯，咁希望可以盡快可以康復翻。會有啲咩嘅即係不良？咁佢就冇嘅，佢都係俾抗生素啊，同埋俾一啲藥膏我搽啫，係。頭先講到可能自己有缺點，即係可能對自己身高，但係有冇其他方面覺得自己係優勢？因為我覺得我線條。我教練都話我的身形是比較容易練到線條出來啦，所以我覺得這個反而是有優勢咯。還有雖然我身高 是矮了一點，不過我因為有選美的經驗，所以我覺得都是有彌補的。下次謝謝咁我自己就係可能我優勢方面就可能係身高方面比較高啲啦，咁就可能個比例會睇落去就會收長啲咁樣咯，係。